看到没有？这样练就练你的肩关节。那我这边啊，你看看，来、哎，啊，这样练，啊，练好了以后怎么样？你看啊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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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简单的，你们看，刚才拿那个腿嘛，是左左闪腰的，这个很简单。这跟轮椅就差不多啊，但是有一点，伸到哪里，头到哪里。如果你伸到这里啊，你头到这里，那把是扭坏了，是吧？你说你头过去，它其实可以过得很多吧，啊，对不对？每样东西做法要清楚，就想得很简单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你将来能见人吗？是不是啊？将来跪的是两个起坐，对不对？好像就这么多了。再挺胸，头往前，挺直。哎，越高越好。对了，挺高。对了，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多，这个地方疼。我头不能往前，头要平的。对，头水平的，对，往前冲，身体往前冲。哎，对了，那他们小孩练就好了，安全多了。难受吧？好一点了，哎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待会儿把他这两个腿拉好了以后，是吧？你看他坐，看他走路就不实现。这周还有多少啊？30秒。那唱歌吧，你会唱吗？对。